方今天晚上留给大家的快乐的回忆可以存下来，足够到我们再相会的那一天。我们再下一次再见喽。介绍鼓手冠佑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对，其实你知道第一天有很多话可以讲，第二天也是很多话可以讲。那你哪一天有少话？你看，你就不要唱歌啦，你就一直讲话就好啦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昨天其实还让我们还蛮意外的，就是你知道演唱会都是要慢热，慢慢慢慢，然后越来越热这样。但是昨天谁说的？没有，我们一开始就超热，超热的。我们后台都先暖身。我在来之前我就很热。对啊，整个都好热，没有。我在台北我就在期待。对啊，我出生的时候我就超嗨。新加坡演唱会。我说的意思是，来不及，我是说你们嘛。那当然，五月天本来就很期待啊。对啊，对。那有发觉，其实大家昨天的大家啦，然后唱歌，其实真的还蛮好听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哦，我说底下的那个昨天的观众，对昨天的观众，你当着今天的观众的面称赞昨天的观众，如此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其实，你知道这个世界其实，会觉得大家的音乐素养都很好。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又扯到这个世界？没有啦，你就说新加坡音乐素养都很好，这样用这个音乐素养都很好。那全球都承认。对，然后我一直昨天其实，在听大家在唱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有在想说，因为有些如果听到有些歌，这个 pitch 好像有点不大对，那我们就会稍微歪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现在是说哪一场？就香港台北哪一场？哪一场 pitch 不好？那你这个方式歪一下，你现在是说，有时我像比如说刚刚玛莎在唱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些 pitch 不准，会歪一下。哦，是玛莎，你说玛莎 pitch 不准，你说我，你说我，你等一下帮他唱一条，我们四个歪给你看。我唱一条，让你在下面喝水呢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而且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容易失控。失控，你才失控哎！你讲话讲成这样子，你说人家失控？他批评昨天的，他说昨天的观众唱歌很好听，不像你们，而且你们很失控。他还说脾气不好，说马上脾气不好。哇！来，再来，我们让你再讲，我们看你今晚要得罪多少人。